Hello， 我是涵，欢迎收看迷你世界体验服。就在昨天，体验服又更新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更新了什么。好玩的道具，按照惯例啊，先领取迷你币，浇一下花，种一种植物。好了，来到游戏里，这个是我之前在生存蓝图复制出的家园。来到了一片空地上，我就手游新道具，点开工具，有了。这里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看上去很漂亮。重力手套、弹珠枪、弹珠桌球，迷你世界竟然有桌球了。再有呢，就是木箱子，好像就没有了。我再往下翻了一下，这里呢出现两个手雷，逛砖手雷和菠萝手雷，厉害了。这些道具目前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呢。重力手套据说是可以举起方块，但我点了一下好像没有反应耶。弹珠枪呢，弓箭声音还是挺好听的，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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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切换视角看了一下，你们看这个好像小时候玩过的水枪哎，这个桌球是什么呀？好大的桌球啊！举起来扔出去，吼，掉到下边去啦。桌球碰到方块就会弹弹弹，好吧。再看一下逛砖手雷，蓄力扔出去，奇怪了，这次怎么更新的道具全都会弹弹弹的？而且还有菠萝手雷也是，遇到方块就会弹，弹的力量也会越强。我们来测试一下两颗手雷的范围。菠萝手雷原地爆炸，出现6×6的大坑，而矿砖手雷呢是5×5的大坑。我再仔细研究了一下道具，看两遍才明白啊，原来新道具不是生存使用的。重力手套啊，可以举起物理系道具，比如说这个箱子，还有桌球，可以像磁铁一样举起来扔出去，可好玩了。弹珠枪也是一样的，子弹呢会攻击到箱子，桌球就会将其弹开。那以后会有更多相关游戏吗？小伙伴，你们用这些道具能想出什么游戏呢？不妨分享一下哦。那本期视频新道具就介绍到这里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